梦见甘蔗。甘蔗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食物，而梦见甘蔗一般情况下预示着最近你的生活会很幸福，生活很快乐，是吉兆。男人梦见甘蔗预示着最近你的收入会增加，事业也会很顺利，但不要太过的骄傲。女人梦见甘蔗预示着家庭会很和睦幸福，爱情上也会很甜蜜，要好好的珍惜和把握。上班族梦见甘蔗预示着你的工作运势很好，工作中会让你尝到甜头，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最后会获取不错的成就。学生梦见甘蔗表示最近你的学习会遇到一些困难，建议向同学或者老师请教。孕妇梦见甘蔗表示你的家庭会甜甜蜜蜜，生活过得会很滋润。